打邊爐最緊要係啲乜嘢啊？就係個爐啦。煮嘢食幾叻嘅人咧，都需要一啲好嘅廚房用具去配合，先至可以煮出健康又美味嘅菜式嘅。嗱，唔係下下都要教大家煮嘢食嘅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幾款我覺得好實用嘅廚房電器，等大家煮起嘢食上嚟都更加得心應手啊嘛。今日我要介紹嘅幾款廚具都可以喺豐澤嗰度揾到曬嘅。之前同大家提過噶啦，豐澤而家有個一日抵得滯，已經開始咗啦，去到11月12日喎。落鋪頭同埋上 eShop 咧，都可以有好多產品限時勁減嘅。而聽日11月5日就係有一系列嘅氣炸鍋同埋焗爐全線勁減，要入手就快啲啦喂！而家就一齊睇下有啲乜嘢好嘢啊！係咪勁過大衛高柏飛咧？講到今年廚房電器嘅新寵，就不得不提氣炸鍋啦。因為佢實在太方便啦，夜晚想食宵夜咧，就咁將啲食材抌落個氣炸鍋嗰度就得啦，而且可以唔落油都炸到油炸嘅口感嘅美食，就更加健康啦。嘿嘿嘿，呢一部 Philips Air Fryer XXL 健康氣炸鍋真係非常之犀利嘅，就算你唔識得煮嘢食都好啦，用咗佢咧即刻變廚神啊！因為佢有智能感應技術同埋烹調模式啊，只要喺部機嗰度選擇食物嘅種類，然之後撳個掣，佢就可以自動調整烹調嘅時間同埋温度啊，完全唔使經過思考咧，都已經可以煮出健康又美味嘅菜式啦。喺嗰個宵夜節目度咧，我都用佢嚟整嗰個胡椒蝦噶啦，真係非常之咁簡單噶。而且用佢嚟煮嘢咧，真係好快嘅，又唔需要預熱，比起傳統嘅焗爐咧快好多噶。我諗大家都知道氣炸鍋嘅原理係啲乜嘢噶啦。Philips 呢一部健康空氣炸鍋咧，都係一樣以熱空氣取代油咧去烹調食物噶。咁你只需要落少少油，甚至完全唔落油啊，都可以煮到外酥內嫩嘅低油炸物，同時。佢又去除咗食物裏面大部分嘅脂肪含量，卡路里少咗，咁又可以食到香口嘅炸物，咁樣啊，一啲罪惡感都冇啦。記住啦，趁豐澤抵得滯，聽朝限時勁減，即刻上去睇下啦！除了今年個個都想買的氣炸鍋之外，其實喜歡煮嘢食的人屋企就點都要有個焗爐看下門口的，尤其是喜歡煮西餐的朋友，如果沒有個焗爐就會少了很多可以挑戰的菜式的，所以對我來說一個正的焗爐是絕對不少得的。呢一部 Air Fryer 健康烤焗爐其實同頭先嗰個氣炸鍋咧就有啲似嘅，因為佢都有內置嘅氣炸功能，一樣可以唔使加油就可以整到健康嘅油炸美食啦。但係除咗氣炸功能之外咧，其實佢仲係一個焗爐嚟噶，佢可以做到烘啦、烤啦、焗啦，甚至有個掣咧係專登我嚟整多士噶。另外佢嗰個唔黐底嘅易潔陶層內膽都好容易清洗噶。最犀利嘅就係佢嘅容量啊！你睇下，哇，非常之大啊！三磅嘅食物都搞得掂噶，開 home party 啊，成只雞擺落去焗下出嚟啊，招呼下啲 friend 都完全冇問題啦。有興趣的話，就可以聽朝上去豐澤嘅 eShop 嗰度用抵得滯優惠價買翻去試下佢啦，比平時平咗1000多蚊有多啊！哇，真係心動啊！我今次真係抵得滯啊！今次。不過咁嘅，如果屋企嘅廚房比較細咧，就可以試下呢一個 Toshiba 4合1多功能氣炸烤焗爐啦，一物四用，一次過可以代替曬氣炸鍋、微波爐同埋焗爐，仲可以當埋雨落機用喎，夠曬慳位啦！嗱，佢首先可以做到氣炸嘅效果啦，用高温熱空氣炸出香脆嘅美食。但係佢又可以做到低温烹調喎，35度去到90度嘅低温，咁可以整啲咩咧 ？Yogurt 啦、乾果啦，或者幫個面團發酵都好方便嘅。佢亦都有燒烤功能，以平均嘅温度烤出外脆內 juicy 嘅食物。另外咧有一個好實用嘅功能啊，就係佢利用變頻技術，令到更加均勻咁樣解凍啲食材，咁就唔會中間仲好凍，外面有過熱嘅情況出現啦。叮起嘢食上嚟咧，都更加快同埋均勻噶。材質方面咧，呢一款氣炸烤焗爐用咗搪瓷爐腔，特別係佢可以抗菌高達 99.9%， 而且佢好容易清潔啦、防刮花啦，做廚具一流啦。除咗火力選擇之外咧，佢仲有計時器同埋個轉盤自動復位，咁就好方便你攞翻啲食物出嚟啦。而且佢嘅容量咧有成26公升咁多，足以應付曬日常嘅主食需要噶啦。呢一款當然都有做限時優惠啦，聽朝10點即刻上去豐澤 eShop 快人一步，用限時價 check out 啦！睇咗幾款氣炸鍋同埋焗爐，係咪心喐喐想入貨呢？記住聽日11月5日朝頭早10點開始準時上豐澤 eShop，
除了剛才介紹過的幾款之外，其實整個氣炸鍋焗爐和微波爐類別不同品牌、不同 model 都會有限時勁減優惠的，所以大家記得校定鬧鐘搶貨啦喂！封閘呢一個日日抵得滯咧，就會去到11月12日噶。呢段時間除了每日特定種類產品有限時勁減之外，仲有不同的激進優惠噶，超過4000件產品都有減價噶。用恆生信用卡仲有額外的 cash dollar 回贈添，而 Mastercard 嘅用戶咧買滿1000元仲減到100元啊！有曬啲獨家優惠，就再抵買咗啦！再過多幾日啊，即係11月11日當日，仲有精選貨品低至1元起咋，所以記得望住豐澤 eShop 同埋手機 app，follow 埋 Facebook、IG 同埋 YouTube， 睇實驚喜優惠，準備掃貨啦喂！